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支乐器叫息事风，英文名叫 saxophone。 大家看到这支乐器呢，整支都是金色，它是由金属去做的，但是原来它不是铜管乐来的，它是木管乐器，因为它是用簧片来发声的，跟单簧管一样，而且它有很多个掣。这支乐器我会形容它是非常特别的乐器，因为它呢又有铜管乐器的爆发力，可以吹到很大声，而且它又可以好像木管乐那很灵活的，可以吹到手指按下去可以吹一些很快的乐句。这一支乐器这么特别，所以它可以吹很多不同的种类的音乐，例如古典乐、爵士乐，又或者流行曲都可以的。现在我首先示范这个古典乐给大家听一下先，这首是比赛的卡门。如果吹一些动漫的歌曲又行不行呢？如果爵士乐又是怎样的呢？除了可以自己玩之外，也可以跟一班好朋友一起夹乐器的，例如你可以参加管乐团，可以认识到不同乐器的朋友，跟着一起 jam 歌，一起表演。而且 saxophone 其实都还有其他款的，除了这一只 alto saxophone 之外，其实它有些大过它的，叫次中音 saxophone、 tenor saxophone、上低音 saxophone、 baritone saxophone，還有一些小過它的叫 soprano saxophone、 高音 saxophone。 四種 saxophone 夾起來已經可以有一種很特別的音樂出來了，可以夾一個四重奏的。